请问你是要创啥？你伫创阮蒙子的时阵，你有想过家己伫创啥无？我无做过代志，都是无做过啦。恁这人真正是莫名其妙呢，一日一日拢来找我的麻烦，我无遮尔济时间来应付恁。安怎？想讲即马代志撇空啊，含假事文就袂用假啊。一句话，做唔着代志来付出代价。 尤其像你这款斯文败类，搁较爱假死，搁甲人做较好顶，真正是袂见笑。清者自清啦，这个代志我若是加讲一句，我拢嫌济，我真正无啥物好讲的。无啥物讲，你就莫讲。你到底想要创啥？你敢知影你做死坏坏的呢？ 犯法，你伫欺负查某囡仔的时阵，敢就毋是犯法？我呸！我无欺负任何人，但调查结果若出来了，就会当证明我清白啦。死狗，我安尼甲只母牛爱话全部都收到转去啊！迄两日落所的调查的话久，我毋知影，我嘛无想要知影。我敢若知影，我要替阮蒙子出一口气。今仔日无担你身躯独立扛。 因白白送啊！你拍了阁袂歹嘛？啊！你别讲我袂来啊！啊，无我就报警啊！报警？你报啊！你只看你有命，我甲警察来无？ 以前，是不是欺负查某囡仔？你欺负查某囡仔啊？你看你用多一只手欺负阮蒙子的，恁爸今仔日就把迄只手倒落来。 宋厂，卖我白来啊！哦哟哦哦，谢乡长，你在哪啦？哦，那你这粗茶男，你怕他呢？你不要紧无？这件代志跟恁无关系，你卖管。什么叫做跟阮无关系啊？光头白日，你真正了准讲你我都是这家都黑白太郎。 就算讲你是廖董的，会马子的啦，我嘛无可能见树不救啊。袂用拆破担当，甲着个是兄弟，即件代志，互别人知影。即件代志你毋知头毋知尾，上好莫管杨阿叔啊。就是毋知影状况，毋才要甲你阻挡。伊是一个读册人啊，啊你安尼起家动手，敢真正有法度解决代志？无安尼啦。 你也看到我甲廖董是合作的partner啊，另外咱另外找一个时间，再好好瞧安尼好无？好，我来陪你担当的，还佫阮坤哥这个面子。你这个精神，你搞听好，米会过初，米袂过十五，阮蒙子受的委屈，我一定剥你的皮来堵，你给我等的。 谢校长，哎，紧点，哎呦！多谢。我娘的，规身躯全伤啊！来，我小吃店，我给你叫阿给你哥哥的。别啦啦。哎，我今日无心情应付你，你嘛别想要跟我考试。等你啦。 哎，啊！你看起来这领落魄了，目镜赶紧挂好了，啊，若无你应该从咱那长期的路啊，你都拢看无啊。
你妈妈安尼，你嘛体谅一下雅姐伊唔敢当真的心情啊。喂，雅姐，哎，你讲啥？当真好让抬头上？我真正是气袂过啊！这个谢东俊啊，我若是无伫个伊身躯堵两空啊，恁拢唔知伊规巴肚乌水啊！大哥，卖下去啊！哎，林牙之罪，快退会。天公伯啊，拢直接把机会送来我面头前，这无好啊利用，哪讲会过啊？哎。啊，有影嘞！啊，不怪你这样生气啊！这新闻我嘛看到，啊，想不到谢东俊啊，竟然是一个衣冠禽兽，不怪啊，你也想要找伊出去。等等下，你不了解我，我知我唔免解释，你就知影。今麦老酒哦，我绝对是想敬你一杯。大哥，了解甲认同是两回事哦。你会知影，你今麦个伫加薪。不管有任何代志，要甲你逼上梁山，你拢会较吞忍的。若要处理代志，就要用上好的方式。你若要硬来，莫代志无处理煞，你不甲规身骨操错。我敢愿意，我嘛是下久袂忍的少。若不是因为阮迄个困觉，还佮阮囝开放伤过软食，我敢需要出面？是讲家己的查某囝啊，我互人咧欺负。廖董啊，真正完全都无反应啊，真有可能。阮坤哥有讲啊，这口气一定要吐出来，绝对袂用让囡仔受着委屈的。啊，结果嘞，伊做什么代志？伊叫因囝开放规工去甲律师开会啊，讲一挂无营养、无建设性的话。谢东俊，袂听袂鸟，甲因某手牵手伫遐踅街，两坐啊两坐。迄若是较早，我甲坤哥早就联手甲白灯的做小捕快啊。我都不知道我坤哥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，做事拖拖刷刷，咕咕毛毛，这点兄弟的气势都没了。其实啊，廖董的他这样做啊，也不是完全没多理解啦。刚才说这个谢东俊，他是永兴集团的驸马爷。啊，廖董这造成计划，跟永兴集团啊，把他这样安着，这么大条的利益，他总是要跟他尊存三分嘛。等等啊。你知影我甲阮坤哥较早是安怎用情，还佮有伊交陪，才有今仔日的交情无？伊若是迄款为着利益，勒牺牲家己人的人，这我无法度接受啊！人讲天有常，世事无常啊，地百变，人心万变。就管你敢知这世界上唯一袂变的是甚物物？免搞考试啦！伫来你爱时阵，即句我有听过。这世界上，人心唯一未变的，就是变。啊，既然拢这么清楚啊，你哪得去唔盲讲啊？这廖董的，伊依然是三十几年前你熟悉的廖乾坤的。以前先哥讲的讲对啦，你未来抓出来，我看你三不五时跟廖董的意见未合的时，就伫遐红啊烧。我看你听先哥的啦。看较开的，唔是每一个拢参照阮新哥同款，对家己认定兄弟有求必应的。啊唔对，阮新哥唔是对家己认定的兄弟拢这么挺，伊对你嘛不哩啊小挺的。我讲这点嘛，唔免我提醒，应该嘛有感受到。确实啦。担当的在暗中有甲我帮助几下摆，其实即摆甲你讲啊济啊，并毋是要甲你讨人情啦。只是我看你遮尼有才情，啊，毋过你伫个遐煞无多出骹手，我看袂过啦。所以我才想讲好啊，靠劝你啊。若是你希望以后会有一番的作为啊，安尼你就要选择一个正确的合作对象。搁安怎讲啊？若是无多共心，那我都行共条路咧。对啦，吃着药啊，穿衫一条；吃唔着药啊，人生一道。爱找对的人合作，才袂白了工。
陈东诶，你是想要讲啥？你直接讲啊！水啊，我就欣赏你这种阿三哩白拖耍的个性。安尼我直接讲白啊，我即马当你计划要甲永兴集团甲退起来，唔是合作，是要甲永兴集团规我拢捧起来。迄是永兴集团呢？你敢唔知掉，甲规我捧起来？那是靠我家己的力量啊，可能是会加较吃力啦。啊，不过那是有人愿意到处来收听啊，安尼应该就会加较轻松哦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我跟你到处打？了当的啊，甲永兴集团一直无愿意我参加造证计划，这点你嘛真清楚。不管我付出偌大的心意，罗在英啊，伊也是加啊长焦啊多啊，为着阮两人私人的恩怨，不择手段。要甲我踢出你造证计划，甚至让林家伊嘛甲拖惨落，最后会害因受到拖累啊！你讲害林家受到拖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主要目标是永兴集团，啊，不过伊若真正联手要来对付我，安尼无法度，我就只好将因这边做伙拢处理掉。意思就是讲，不管最后什么人要甲永兴集团合作。拢是走向因家己的绝路。安尼要怎会用的？现在都袂用的。大哥呐，你若为着了当会跳出来，我是当理解。啊，不过你甲林家的宋林峰，不是不共戴天之仇。今麦我要对付林家，应该都合理的意啊。你搁为着林家跳出来？是不是其中有甚物我唔知影代志？我本来我唔知影你即摆心内有甚物暗算啦。啊，毋过有一句话是咧讲，需要先破坏，才有法度建设。我会当即摆就答应你。若是最后林家真正伤害真严重，需要重新建设的时阵，我会甲规个林家拢交你去烦恼，我袂有任何意见。安尼你感觉呢？拄则讲，要甲林家交予我烦恼。嗯，本来我就是我这只大军，已经断后事啊，对未来嘛无期待。村内人生目标就是领地宋林峰，俺阁想袂到，原来我阁有子孙这个后生会当嫁无。为着要让子孙知影，我这个真正的爸爸，绝对袂输林国庆迄个假爸爸。我应该拼一道看卖。那真正我拼出一个天下，我唔才有资格，让子孙为世人改当来圣道。大哥啦，好，安尼，咱就安尼讲定哦。以后咱就好好打拼，拼出属于咱家己的天下。